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娜。今个我再来拾到一箱头发。俺同学说我的头发没眼看了，这拾到了，拾到还不剩不拾到嘞。他找了个他妹儿的理发的，说的剪的可好，说我剪一箱再。出来的时候大晴天，结果一想走着走着下雨了，真是，哎呀，天气预报真准。我俩是10点约好的，现在已经快12点了。他们刚才给我打电话说的，他给他妹子都已经剪好了，就等我了。Hello， 上回来了。上回剪了这吧，你的头发少。哎，你也剪了。啊，拉倒吧，你就想剪短点不是的，你头发少，你剪短了它蓬松一点。你这发量照我几倍就是的呀。所以说你剪短点，它不是蓬松点。来，这天欢轻轻推荐的，我来你这给你给我二次回炉重造一下。他先给他剪的，我跟你说。头发少了，我说头发少。他这儿，他这儿那个啥。哦，你准备咋给我剪呢？也不吭声了，就是准备下剪的了。长短我没要求，只要能穿的好看点儿。对，头发多，像我这样多。主要我之前剪过那种有点短的，然后但是显得我感觉着有点 low。稍微会有点角度，但底层的话还是稍微齐一点。我大概剪出来多长啊？有多长？到这。也是给他那样，不一样。我这头型，我跟你说，一般人没扭。这两边宽。你的头发是不是后边也是扭弯儿？我也觉得。我的头型是最好看的头型。你给我照顾好，听见了吗？是呀。然后出来不好看呢，我拿剪刀让你的给你剪了。那剪吧，反正我这头发也多，照着里头剪，剪的盖住都肿了。那剪回来，我这没法弄，我的头发也再拽都剪剪。剪回来我得叫你头发薅下来给我接上。好他们。就是好装的装长。我的头发也可多呀。咦，就是你看那嘴丫头都那么多呀。那个一对小剪子。人家当老师，他啥都会干呢，还会干装修，还会剪发呀，我都不知道。俺会说书的，相声啊，俺劝着的。感觉可老啊。你只是蒙一下，短的到长的到短的，可能会有一点点，知道吧？不会老。我感觉有点像个大妈。不好了，还修不修了？我看你来，我的头发。我不是看你来，我说你的良心说。哎呦，还行啊。哎呀，抽三天这发型，抽三天都看顺眼了，都不是了呀。比那好看，比刚才好看，但是我吹不成啊。我跟你说，你只要反方向去吹，我跟你说，你多吹你啥都会了，不吹你永远都不会。教你，你让他来给你教你两回，你再。只要反方向去吹，这边吹这，知道吧？这边一定要往这边吹。中了吗？这后边啊。你回去你就抓住发根往顶上吹都行了，中看你来了。你准备来，掏实话说，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啊，哈哈哈哈。头发包住了，但是你的全是头发，好看了吗？中中中。人家看着好看，人家可能看着不好看。看后边啊，后边好看。前边不好看。前面你长的是印儿。我车跟这儿放了，我这新发型换了啊，这是他叔给我剪的，好看不好看？不好看了，反正是没给钱。人家问了不好看了，就是免费，反正是免费。好看的，我再给他转钱。